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。中国好声音，贺三的票数评审团只给二十四票，并不意外。有谁注意到李克勤对着五个月的表情？中国好声音十一进八已经结束一段时间，但有些画面还是记忆犹新。因为这场比赛虽然有惊喜，但是更多的是意外。而在学员贺三身上，既体会到了惊喜，也体会到了意外。 通过这么多场比赛，发现李克勤给学员的选歌走的是经典风，不管是五科卷还是贺三，只要是翻唱，基本都是翻唱经典歌曲。贺三在十一进八演唱的歌曲是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，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，有很多经典的翻唱，比如在《梦想的声音》中赵俊的翻唱，在《独爱之夜》中单依纯的翻唱，在《歌手中》张杰的翻唱。 这说明这首歌很受歌手的欢迎，但是这首歌曲真的很难唱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难唱。因为要唱好这首歌，不仅要有很强的情感表达，要能引起观众共鸣，还要有很强的演唱技巧。毕竟这首歌曲前面是情感的积累，到了高潮部分要有爆发，对高音爆发力、稳定度都有很高的要求。除了难唱， 唱这样一首歌曲还有一个问题，你就不要想起我。除了原唱版本很出名，赵俊的版本也很出名，很多人都听过这个版本，更不要说专业评审。因此，唱这样一首歌，如果不能唱出自己的味道，不能印上贺三的印记，很容易与赵俊的版本进行比较。因此，在贺三一开始演唱前，真为他捏把汗。直到贺三演唱完毕，终于放心。 贺三演唱的《你就不要想起我》，比爆发、比高音是不如赵俊的，但是贺山唱出了自己的味道，有他对歌曲的理解，因此在听贺三演唱时，不会出现其他歌手的影子，这就够了。毕竟这是《中国好声音》，在没有其他歌手的影子的情况下，就是与其他学员比较，而与其他学员比较，贺三的表现挺好。 可结果，专业评审只给了贺三二十四票，非常意外，就连李克勤都不敢相信，认为专业评审好残忍。还好是贺三获得了大部分现场观众的投票，两百位现场观众有一百六十五位支持贺三，让人惊喜。不难发现，现场观众的投票与专业评审的投票形成了鲜明对比，于是，一个问题自然产生。 为何贺塞的评审票数只有二十四票，而现场观众的得票却很高？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要先知道专业评审的构成。专业评审中有音乐人，这些人的音乐素养毋庸置疑，他们对音乐的理解、对音乐的要求都很高。专业评审中有乐评人，这些人的音乐素养比起音乐人有一定差距，但是对音乐的理解要求也要比普通观众高。 专业评审中还有媒体人，这些人的音乐素养又不如乐评人，对音乐的理解要求可能比普通观众高，但也有限。明白专业评审构成后，再来回忆一下过往的好声音。在过往好声音中，一个歌手忘词儿，但是他处理得很好，唱了其他歌词，自然唱错了，但是并不影响歌曲的完整性。如果他们不说出来，导师不会出来，很少会有人知道他们忘词。 可是，一旦说了，很容易输掉比赛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如上面所讲，专业评审的音乐素养也参差不齐。如果你是专业评审，在听歌的过程中没有发现问题，觉得很不错，这个时候突然学员说自己忘词了，你会如何反应？如果学员没说，那我会将错就错；但是学员说了，为了专业性，我不会给他投票。 同样的道理也可以用在贺三身上。贺三在演唱完毕后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我并没有那么痛苦，然后我要如何把一首歌感觉很上的痛苦去把这个歌演绎好。”这段话对现场观众的影响很小，毕竟现场观众并不在乎专不专业，只要好听、打动自己就行。但是对专业评审的影响很大。 因为这句话是在提醒专业评审贺三有没有唱出歌曲中痛苦的感觉。说实话，贺三对你就不要想起我的演绎，痛苦的感觉并不多。因为这句话还会让人想起其他歌手的版本，想起那些演绎的很痛苦的版本。再加上贺三可是在姚小棠之后演唱，相当于贺三还要跟姚小棠的表现进行对比，而姚小棠的表现非常好，拿了满票。 这些综合在一起，让贺三拿了一个比较低的分数，所以有些话最好别说。如果贺三没有指出痛苦的感觉，以贺三的表现，虽然拿不到很高的票数，但是拿一个中高的票数应该不难。这点儿应该学学王静文，在忘词的情况下，只是哭着说对不起，其他的话都由李荣浩替他说。 二十二进十一的比赛，王靖雯忘词差点就输了。对歌词的不熟悉，让人差点以为不是他自己的歌，导致在拉票的时候，王靖雯又忍不住哭。十一进八的舞台，原本王靖雯将整首歌演绎得很好，前面唱得很顺利，观众都被他带入进去了。但谁知道就在最后一下，王靖雯直接忘词停了下来。虽然后来迅速调整过来，坚持唱完整首歌。 但显然这个舞台很让人失望。之前尚且可以说紧张，但都到淘汰赛了，显然不能用紧张来形容。当然，可能会有人说王靖文的舞台经验还是不足，紧张怯场很正常。那么，为什么刚出校园的学生可以游刃有余的应对，没登过舞台的选手不能紧张，而王靖文这个早在互联网上红了，参加了大大小小活动，做过多场直播的人却紧张了呢？ 当然，也有人说王靖雯的压力太大了。的确，参加这样的比赛，而且是比赛焦灼、淘汰残酷的晋级赛，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。但问题在于如何给自己解压。到了表演前还在改词，真的好吗？从王靖雯的种种表现来看，他并不具备夺冠的基本潜质，至少在心态方面就输给了对方。在竞技的舞台上，依然保持平常心，正常发挥就是胜利。 自信是很强大的武器。大家看王静文在节目中演唱的几首原创歌曲，无论是歌词、编曲都很不错，每一首歌都能引起观众的注意，也能引起大家的共鸣。这说明王静文真的很有才华，但表演的时候就是太紧张了，不够自信，给自己太大的压力。希望这次十一进八的比赛，排名第七的成绩能让王静文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吧。 据了解，后面王靖雯的表现很好，成功进入了五强，但到底能不能夺冠，暂时不得而知。如果到了决赛还紧张，甚至动不动就哭的话，即使夺冠了，也会被网友吐槽的。